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男人的鼻头有垂肉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明显，则拥有这样面型的男人，心机重，城府深，就算是结婚也会考虑利益关系，什么事情都会以他们为中心，就算是与自己的伴侣也会过于斤斤计较，婚后也别指望他们能够赚钱养家，甚至还会算计自己伴侣的钱财，心机过重。一旦遇到能够帮助他们事业飞黄腾达的女人，必定会抛妻弃子，没有一点的人情味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